陳志全議員，係多謝主席。喺我繼續我上一部分嘅發言之前咧，我要先回應梁國雄議員，佢提出修正案編號34，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全年酬金嘅預算開支。恕咧，我係唔能夠支持呢個第34嘅修正案。點解呢？唔支持嘅原因係，一係你就支持削減曬全個行政會議成員、全個行政會議嘅全年開支，即係修正編號7或者8；一係呢，你就支持之前13位、7位或者2位削減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嘅開支。但我唔知點解個項目嘅編排個邏輯係乜嘢啦，即係最後就如果前面嗰啲所有有關行政會議成員嘅削減開支嘅修正案都被否決曬之後呢，先至再嚟決定係咪去削減非官守成員召集人34呢條嘅人工。咁如果我想同大家講，如果前面所有都否決曬呢，係冇理由支持第34呢項嘅修正嘅。因為呢，如果真係講行政會議成員非官守裏面呢做得好嘅啊，頭唔好話佢最好啦，頭三名我諗林煥光先生呢都係應該會上榜，亦都唔會好大嘅爭議性。咁如果係前面連30，譬如陳偉業提出嗰條30削減兩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不包括行政會議召集人都被否決之後，咁冇理由去贊成第34㗎喎。否則呢，就係呢啲叫做掌爛情勤啊，劣幣驅逐良幣，即係做得好嗰個反而要俾人削人工，咁係唔合嗰個邏輯道理。咁但係呢，我仍然仲考慮緊梁國雄議員第41以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669,999元，相當於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6個月的酬金。這個呢，我認為是可以考慮，但是還未決定。因為我時常質疑，就是行政會議召集人和一般行政會議的成員，究竟他們的付出、他們的時間，即譬如主席，你出雙份人工，你辛苦，你要坐足在這裡，大家明白。但行政會議非官守召集人，他做多了些什麼事，除了一些禮節性的事之外，是做多了些什麼事而足夠他拿一份大份的人工呢？我是仍然是看不到的，雖然我們講了兩年，所以呢，如果將他削減6個月，雖然削減了6個月，他應該就會少人工過一般行政會議的成員。但是呢，這個呢就可以反映到呢，我對於行政會議召集人，即是編制上啊，不是針對人，純粹針對編制，召集人的酬金比一般行政會議成員高呢，這個我觀察到亦都不是覺得幾合理的現象，這個是回應了梁國雄議員的這幾條修正案。我繼續講返自己，繼續呢就上一節總目94法律援助處發言，包括有三條的修正案493、494和495，頭兩條都是削減法律援助處處長的全年預算開支或者6個月預算開支，跟住第三條是籌作開支。我繼續，我支持這幾條修正案的主要原因，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政府拒絕設立獨立的管理法律援助事宜的機構，之前講過啦，其實在一些海外的很多海外的司法管轄區呢，負責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機構都不一定是政府部門，亦都有民間團體表示需要申請法援，但是遭拒絕，覺得是易受行政當局干預。那我上一節就是講到兩大法律專業團體，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一致認為有需要設立獨立的法律援助管理局，
甚至不應該再拖下去。但是呢，政府當局就認為沒有這個迫切需要，這些就真是審死官了，即是我說有迫切需要立即做應該做，你政府就說沒有迫切需要。即使法律援助律師會內呢，或者他們意見是有些不同，但是同意法援署有欠獨立性，應該重新定位回到去2007年之前的安排，直接向政務司司長負責。這個是很富爭議性，向前獨立政府又不肯，向後回去政務司司長負責又不做。法援是社會的基石，確保人人可以平等得到法律保障、公正的裁決的機會。我們知道經常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進入司法程序是非常之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即對於有錢的、有時間有錢的人來說，當然他們是可以玩這個遊戲。因此獨立的法律援助管理局是非常重要。其實早在呢，哇，好耐世紀啦，即係上世紀啦，1993年當時立法局呢已經通過有關動議，不過取而代之呢就成立嘅就係法律援助服務局。而其中一直叫大家爭取而又跟我哋今日商議有關嘅呢，就係有關法援個預算不設上限嘅講法。我記得廖長江議員都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問過㗎，就係問2014-15 年度撥款點解會較2013-14 年度修正預算減少咗1010萬嘅呢？即係逢親我哋即係教大家睇呢一本預算嘅時候，原來預算到修正預算最後減少咗，係代表佢慳加咗啊，定係懶咗唔做嘢呢？點解會不增反減呢？就此呢，我們要看看實際情況。面對不斷增加的訴訟服務，法律援助署會不會有足夠的撥款去應付來年有關法律援助經費的開支和相關費用呢？當時局方的答覆是這樣的，在擬定法律援助經費的周年財政預算的時候，當局會全面考慮過去的實際開支模式和來年的預算經費。咁呢個又係廢話，講咗等於冇講。佢又補充，由於法律援助經費主要會以需求為主導，如預計財政年度內嘅開支會超出核准撥款呢，當局就會按公共財政條例第二章尋求增撥款項，以確保合資格嘅法援申請唔會因為撥款不足而被拒。咁即係話呢，其實佢攞幾多呢就唔關事嘅。即是他拿得少，如果他不夠呢，他可以跟著剛才我講的那個機制呢，是尋求增加撥款的。不過呢，大律師公會的貝禮先生早前就指出呢，剛才講那個說法呢，就叫做預算不設上限啦。他就說預算不設上限這個說法呢，是純屬虛言。因為政府當局是從來未向過財委會是申請追加撥款的。而是有關開支一直是維持穩定的趨勢，而今年的預算反而不增反減，是不是因為審慎理財、凌駕法律公義、凌駕法律需求，為了省回些錢，第時是不是要扔入未來基金，個個局都要減一些，減了不影響政府運作，法援法援幫你，不是幫我嘛，申請你申請夠錢來跟我作對，跟我政府打官司啊。另一方面，鑑於政府施政失誤連連，基建工程屢出問題，司法覆核日見頻繁，政府訴訟若欠法援呢，其實一般市民呢是好難去負擔，這個亦都唔使我去特別解釋說服大家去明白這個道理。陳議員，你講呢番道理同要扣減呢個法援署，就係咁啦，因為法援署署長咁樣做嘢，而家我鋪陳嗰啲證據事實出嚟，說服各位委員去接受我哋接受梁國雄議員同埋黃毓民議員第493至495嘅修正案，我冇重複㗎，
咁如果主席你聽得悶，我就加快少少，精簡少少。我唔係好明你講嗰個道理，你講嗰啲問題同要削減呢個法援署署長嘅薪金有啲咩關係？就係、是、法援署唔肯獨立咯。咁我削咗佢嘅署長嘅錢，冇埋佢署長，佢重新反思嗰個制度咯。呢、這個個案數目咧，嗱講翻個攞翻啲數字。在2001年至到，哎，不要讲那么远了，2001年开始个案数目有所回落，但是2013年仍然达到119宗。这个是、啊、主席都搞到我乱乱地找回173，哪个提议？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当日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7至2013年香港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审理过而政府参与诉讼司法覆核的案件，诉讼结果对政府有利的案件数量是远远领先对政府不利的案件的。过去17年上述司法覆核案件之中，对特区政府不利的诉讼结果对比最高是2001年佔 36%， 2002年是僅是 0.5%， 其余年份大致呢，我都是不明白為什麼那些司法覆核對哪方有利和法援署署長的薪金有什麼關係呢？好，主席我不講這個。其實呢，政府這個法援的制度，法援署的署長，主席你覺得他有沒有責任先？我又讲第二个论点，不少中产人士呢都是不符合申请普通法律援助的资格。其实政府呢反对法援署独立的理由呢很简单，就是他 不想呢中产人士获得法援的打官司。大家很多选民都是中产人士，都是要为中产人士出声、啊、这个政策呢是针对中产的，即人工好啲嗰啲呢就會跌出普通法援援助計劃嗰個申請資格㗎喇。咁就要轉移呢係申請呢個輔助法援。輔助法援呢同普通法援有咩唔同呢？就係、是、限制咗官司嘅類型。普通法援呢幾乎係涵蓋所有類型嘅案件，而輔助法援所涵蓋嘅案件類型就較少。根據法援署提供嘅資料呢，即如果申請人的財務資源是不超過269,000呢，他就可以合資格申請普通法援。但如果超過了這個數，但不多於1,348,000呢，這些夾心階層中產人士呢他就不得了，要申請呢剛才我講的那個輔助法援。普通法援涵蓋的類型呢，即由家事婚姻糾紛到人身傷害申索、勞資糾紛、合約紛爭、入境事務、專業疏忽申索亦都包括在內。由2012年11月30日起，普通法援的涵蓋範圍還擴大到包括銷售證券衍生工具、貨幣期貨和其他期貨合約涉及的詐騙、失實陳述或者欺騙情況金錢申索。對不起、這個、陳議員對不起，因為你們說已經是發言第十次，我只不要提出。以前我哋都提過，你而家講緊係當局提供法援嘅政策。係。如果你呢個修正案所針對嘅咧，係法援服務嘅撥款，咁你係可以去辯論有關嘅政策嘅。即係如果呢個撥款咧係為咗要提供法援服務嘅，咁你就唔滿意呢個法援服務嘅嗰個政策。所以你當然呢是會有個理由來到去修改對這個政策所提供服務的撥款。但是現在呢我們在看的，即是你剛才所一路提及的那個修正案呢，是講緊法援署署長的這個全年薪酬開支。那這個跟那個法援服務的政策呢，我認為是沒有直接關係。好，多謝主席你的指點，即是慧欣這裡呢就沒有法援服務的開支，所以呢譬如剛才 很多位即是議員發言很多段指出要削減某一位官員的薪金，
咁啊讲咗好多，因为佢嘅表现，认为佢系唔满意或者唔称职，或者提出好多佢表现嘅个人表现嘅意见。咁为咗削减佢嘅薪金，咁我觉得就睇到嗰个联系喺边度。但如果你去批评嗰个服务嘅政策，但系你嗰个议案呢、這个修正案，你要削减官员嘅薪金咧，我觉得呢、這个主席，我同意，我唔同你争拗，但系我想讲翻我嘅逻辑就系、是。法援署署嘅署長亦都有責任去推動改善法援嘅政策，而法援嘅政策係有咁嘅傾斜，所以我會支持第493至495嘅修正案。咁我唔糾纏，我講下一個修正案，有關總目136公務員罪用委員會秘書處。在今年4月11日，政府新聞處呢就公務員罪用委員會的人事調動呢發放了一則新聞公告。行政長官委任。你講的是第600號嗎？修正案。第。是不是講的600號？不是，我很清晰的。是啦，第。咦？好，我一陣間找到，我再發言啦。有冇其他委員要發言？